进去才快嘛。那我在那个厕所里面。哦。要不要换？要换，要换。好吧。不然的话，我要拍视频嘛，不然的话太什么？哎，等一下。我记得是，好了，就在这里帮我拿着，直接脱掉。妈的，我今天早上下午去了 H G。嗯，济南，你住在哪里啊？我住在 Echo Mile。哦。Echo Mile。离这边很近。感觉你是不是？以前呢？啊？一年前也是 Echo Mile。哦。你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你上一个女朋友是中国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泰国人，所以你的中文调好像没有以前好。是的。对，你的朋友好像是去度假了，记不记得上年那个？哪个？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。来，我要站的关系。晚上你说晚上过来，我说哎呀，你说上一次我们，天哪，我还是 no。怎么有这个？我想说，我走走光嘛，我在这里穿。哎，改变了好多咯。热吗？不热。好可爱耶，你包包前一年那时候也是用的。对，但是这一个坏了好几个，我有十个备用的。哇塞！之前去意大利坏了，对，买了好多备用的。之前我让我还有我一个朋友说他在一个就是这种吧打过架，所以他不敢来。然后他又说啊，我明天要去。那我说那你不是说被人说疯了不让你进去吗？他说哎，很久以前的事。我要黄色衣服那个。黄色是吗？啊，这是女郎。
人都很爱。Thank you.